参考一下。要买要快哦。江怡晴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智深文具店周年庆打折，打到骨折，只有3天，要买。你怎么这么多天没去学校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我休学了。我现在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你有空就多带同学来光顾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智深文具店周年庆打折，打到骨折，只有3天，要买要快哦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智深文具店周年庆打折，打到骨折，只有3天，要买要快哦。谁啊？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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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，嗨，来，买这个，好，你买这些全要啊？算一下，来，每一次都不及格。要不要再拿两只啊？多看点书，这样子500，来，你买这些，这样子350，收你400，少我少钱啊？不用找了。哦，那你呢？你买什么啊？我买这个，就这个。啊，还有，我的爱已晴。这是我写给你的第16封情书，橡皮擦就送你，回去把它擦一擦吧。姐姐，我要绑得跟他一样。跟他一样啊？应该是要一个耳朵吧？我试试看。哎。想一个人而寂寞，因为爱一个人而温柔，因为有一个梦而执着，因为等一个人而折磨，因为想一个人而解脱，因为爱一个人而宽容，因为有一个梦而放纵，因为等一个人而漂泊。